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欢子 TV 从2016年到现在2019年已经有3年了，感谢网友们一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一开始是从16年的时候用一部苹果5的手机开始拍视频的，回到家之后，家里面的父母啊，还有亲戚朋友，他们都不支持，但是网友们对我有很大的鼓励，我每次把视频发到网上之后，网友们都留言说欢子你要坚持下来，要继续走下去。其实我能走到今天也有网友们的一路的鼓励，促使着我一直要前进，不能停下来。中秋节马上要来临了，那我们有这个回馈的活动，就是1块钱买一个月饼送2个，而且是顺丰包邮。为了感谢网友们这3周年对我一直的支持，这月饼非常的好吃，月饼也代表着一种思念，每年团团圆圆的感觉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